好，所有朋友都看到我手上戴了一只这样的手表，它是银色键盘的。那这只呢，是我特别的为所有支持我们名仕的朋友们特别定制的一款，陈坤参与设计的。它最有趣的地方是我选择了一个特别的数字，在保留了名仕它自己的风骨和自己的态度，还有品牌的概念之外呢，我希望增加一个九字。那对于我们所有中国的朋友都应该非常的熟悉，九这个字是数字里面最大的，曾经在古代的话就会说到是九五之尊，啊，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也会经常有音译叫做长长久久。那在920这个概念里面，我会读成是久爱你，就爱你，或者是长久的爱你。所以呢，这个九字对于我来讲是非常具有意义的。那最重要的是，大部分的手表在三这个位。三这个数字这个位置是日历啊，或者是星期几？那我认为对立的更重要的九这个位置呢，会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所有的朋友，看着我们每一星期、每一天在不断的流逝，我们更应该凝聚当下这一个珍贵的时刻。所以我很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特别推出的这款限量表。这个礼包里面会有两只，一只是这个，一只是这个。那同样呢，在这只表的礼品盒里面会有四种不同的表带的材质。我们寻找了四种非常棒的西装面料，匹配在这个大礼包里面。希望所有的朋友能够在享受这两款不同的高品质的手表的同时，会在不同的场合佩戴它。希望你们喜欢。